阿哥，大佬神父，吊你老母臭花蟹呀！呢出小片三喜临门，姣婆白雪仙唔系啦果斗不女不男嘅人妖合作，跟三条桃色绯闻多罗罗嘅铃声，好似新马仔。佢拍得住何鸿燊，娶过四个老婆梅丽芳，母女明星梁添添，玉旦陈善宇个契女蔡珍珠。 拉埋大粒小云墨嘅长嫂洪金梅，又有果斗隔篱煲饭香碟，中意欧二嫂嘅何非凡，加埋娶过五个老婆嘅女人汤圆张英，唔该太我返旧时嘅香港睇啊！阿布拉罕细佬，咁我哋返返中华民国42年4月25号礼拜六，果市明珠大戏院啱啱开幕。 大佬神父，吊那马，你系咪俾过单法兰西神父俾人割喉队？谂新闻吓到傻捻咗啊！香港铜锣湾第一间专门放映立体影画嘅明珠戏院，系小老板喺中华民国60年12月15号礼拜六夜晚19点钟，扮拉到青岛都哥麦里号黎拉佢展彩开幕。 阿布拉罕细佬，吊那马，老子话去鸭脷洲大街拉平兰街搞嘅果间明珠大戏院啊！Bosco神父，呢间嘢系大春大陈庭章独资经营，佢敲定鸭脷洲有成80%人口喺丹加佬，加埋附近有秀山村、鋼線灣村、薄扶林村、赤柱村、香港仔，夹埋成10几万人。 大把水头，就揾先前已经搞戏院嘅叔父陈航生策划筹备，买件声西电公司放映机、喇叭、配尼龙银幕，装埋冷气。中华民国42年4月25号礼拜六开幕，过时块招牌叫做明园大戏院。冇几耐。 费捻事俾人旧蔡依慧喺北角七姊妹果间名媛，或者对面海旺角果间名媛，就改做明珠大戏院。李树啲新班楼湖南市天街橙果园，隆重蟹放烂细啲黐耳鲜药鱼片，庄意广府达似笃笃灿，层次白纸嗰位差冷文，斗下费噶。 先黐听就曾燕诗片撞迷鬼脑，叉通片丝烟斗志，意欲赠世美国人啲银纸。大佬神父，中华民国45年5月20号礼拜日晏昼2点7个字，飞嚟横祸，皇家辅助空军，一格编号 FT-100单引擎哈佛式练习机。 失事撞鸠落明珠大戏院对上670英尺嘅山仔，如果角度再低啲，果市顶龙爆棚，睇2:30果700几条票友，就实停钉改拉齐。